没有想象那么难征服。你说我不，我容易征服吗？你想象中白文英有多难征服？至少能给我反抗一会儿吧。对啊，为什么周周一被压下去就反抗不了了？因为你这样压着很难起啊。可是你连动作都没有。因为他是那种术士专门，这都没有真正的做。第一次是你上了他呀，对呀、啊，你得想象你是必须得跟他针锋相对，下次你不能甘心被他压呀。谁上了谁？第一次是白洛因上的顾海，上了啊，就真上。你不知道是白洛因上的顾海吗？你不知道白洛因是后来才是，你不知道他俩是护工吗 ？What？ 主要是买不会太激烈，他是针锋在那边。什么？他们俩是护工吗？你一直以为白洛因是瘦啊？我也是工，两个工。试试看，按照剧本来。其实你把我推到，你说记得唾液也传播，你记得唾液也传播吗？刚才那些台词我怎么都没听到？在耳边是光干我了。什么东西？耳边说的你也得让关，你也得让那个，让所有人都听到吗？你别害怕，有我呢。你又不敢了，你推推我呀，我推你。什么词儿？我说你别这个。很清楚我在说什么。对对对。然后我不攥着你的手了，别这样。然后你上来了，我又上来了。我说不行。你别傻了，你别这样成吗？戏里他也挺能打的。戏里他也挺能打的啊，等让我想一下，你压下来，自己设计一下动作呗。你压下来，不懂，你怎么给我摘了？我还给你抬脚。哎，你给我推开了吗？然后你起来就走，我在后面再扑你。目送着他离开。